什么快点嘛，人家叫你你都不走的，你那个腿走那么快谁跟得上？这买个零食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一天天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苗。今天我打算跟欣欣还有梅姐玩一个特别刺激的游戏，九九乘码表，谁输了掏50块钱出来去买零食，敢不敢？敢。敢不敢？敢。输了50块钱，敢不敢？敢敢。游戏开始，九九乘码表啊，三七三七二十三。九九乘码表，九九乘码表呢？快点去！不配重新，不配重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重新？这输了就输了，我刚刚还说了，我说会不会一开始就结束？他说绝对不会的。怎么那么快呀、啊？5945，6954。我本来今天还想考验一下欣欣，看他乘法口诀有没有退步呢。啊，结果你掉链子了。最坏的，出这么难的给我啊！老苗就是有点玩不起。那出来之后人家就自己一个人走了，这个游戏是他自己要玩的，那结果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输的是他，那自己一个人背着头往前走，喊都喊不赢。快点吧。什么快点吧，人家叫你你都不走的，你那个腿走那么快谁跟得上？这买个零食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一天天的。那个是你，我踹了你。我真丢人，自己要玩的游戏自己输了还在这里玩。我说玩才玩，刚刚玩，我们重新来一局怎么了？为什么要重新来？愿赌服输是不是？哎呀，不要拍我。对呀对呀，你是自己要玩的这个游戏自己开的头，自己哎对。你不要拍我，上次玩游戏没人跟你玩，记住了啊。我就问你买还是不买，不买我马上回去。嘿，不买趁你意了。那玩的时候要是输了你就重新来，那你一输了你就重新来，那这个游戏还有什么意义啊？有什么意义啊？那你就直接说你想让谁输吧，谁输了你才觉得这个视频能拍下去。我看到没有，这家伙当时想让我输50块钱，这家伙真是的。零食店已经到了，说好了50块啊，你们三个人多一分我都不会买的啊，多一分我都不会出钱的。来十包魔芋爽，让他出钱出数。假梅奶糕来一包，我来一个芒果奶糕，4.5元。来，你要把山椒，我和好朋友一人一把。雀巢的黑咖啡来一个，8.9元一盒。山椒薯片来一包，跟好朋友们一起吃。爆浆麻薯4.5元，这个超好吃的，来一袋。八爪烧9毛钱一袋，来两袋。海鲜锅巴来两袋。枇杷果泡泡糖，这里面有限制，来4颗。我也要吸的枇杷果泡泡糖。现在东西买的也差不多了，我不能再买了，再买的话超过50了，妈肯定不付款。快走快走，结账。零食已经买好了，总共消费47.8元，还好没有超50块钱，超了老苗这家伙他肯定不买单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今天九九乘法表我竟然输得这么惨。我们再来做吧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输也就输了。今天的记录生活到此结束。吃个锅巴。我们明天见。填补一下。拜拜。